跳下去喽！残爪，太残爪。嗯，残爪的叫声有时候像那种狗，对，就是这种很狗的叫声。下面没有。哦，现在找到了。现在才出现。对啊，痕迹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出来了，我这里。在上面呢。啊，我没石头。等一下，我来喽。要去哪里？打了。嗯。头。哇，他可以断尾哦。他可以断尾。对，你是不是也是吓到？撞一下。他好像订阅才能断尾，以前我记得不行啊。哦，我以前没记得他尾巴可以断了，啊，那天就真的断了。好了，好，哦，断了，嗯，我要捡掉落物了，魔北虎，你给我走开，没有了。是铜金啃，哇，尾巴！叫出来！叫出来的魔物、掉落物不可以捡两次吗？我有地级血。嗯，我不知道哎，我刚只捡一次啊！哎呀，我要死了！没事没事，啊，我会救。我也是。好像一次而已。
你抽抽。中枪啊！不行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先石头而已啊。嗯，掰了，掰了。变超。要解决那只残爪吗？你先回家还任务吧。哦，对呢。哎咻哎咻！蜡之残爪。这是什么？滑走回避。啥？耐爆二。体术无极，一个毒株，两档，三颗普通的，带个星辰肉干他。我要吃肉了。星辰肉干嘞，我在这。润钢装备，项链，我有没有做耐力的啊？耐力呢？可恶，我没有做耐力的武士，带个星辰肉干。Tasty， 星辰肉干是什么颜色的？粉红色。哦，看到了。多哦，好，没事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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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衣服嘞，我的衣服，我的衣服嘞。你看怎么在这里？哎，他其实算很硬。他直接红状态，哦，为什么他要多走一步啊？哇！我们这攀墙都是打我了，没有别招了你。
这个餐桌 RP 卷什么时候变成这么好用了？摔死了！真的？有飞到头去了。那破坏部位直接解释完两个。对啊，我在。叫出来对啊，叫出来的就只能捡一次，对不对？對啊、那还好，刚刚我以为我少捡了很多。绝命残爪，好好听的名字哦。我们要的是力战残爪吧？对，好的。嗯，大便不要了，大便可以种。吃毒菇，毒菇嘞？哎，我没掉喽。好了，狗狗，他现在还是生气的啊，红眼啊！来喽！再次。
安安 ，Hello Hello。节操感觉是还没下班吧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他挂在里面吗？没有哎。他四点零。他说他在挖矿啊。四点半。哎，来这边呐、啊，来这边挖。这边没矿。打船抓喽！不知道怎么下去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好大的骨头。没事啊，我看到我的了。我有吗？哦，我没有。好。叮。失败。刚放学就跑过来看了。Hello， 欢迎你来。感谢你。他在，我在这里。然后发出一个死狗的叫声。死狗。你不许叫。只能喵喵叫。跑掉喽！哎呦！阿红乐啦，然后又跑了，白痴哦、喔！跑了其实很正常，浪费了转身一钟。雷耶！用来一次。你要装那种在剥皮还是挖东西不会被小动物打的？为何？不过他好像那个对虫无效呢。应该更有效吧？那好那个上面有特别写对虫无效哎、欸。是哦。要特别强调。对，他特别强调对床无效。等下可能知道有些人会想来打虫。狗怎么又跑来这里了？这边都是雾霾，真棒。让他数字撞过来哦！来了来了！哦，我操！我趴地上不想动。
我等一下红眼好不好？每次都要骗我的衣装哎，天啊！哎，骷髅了，骷髅了，骷髅飞起来。嗯。我在睡觉。哦，这矿脉。睡了。长大了，这矿脉。不要再打了，古总红色了，鲁莫系统怎么不会动？古总红色耶，要要走开一龙。定了，搞个龙骨。我这边只有飓风。你挖到飓风了？我这里没有骨咒。哎，这里有一个哎、欸，那么近就有两个。我拿我的古董在上面。哦，新的龙骨哎，龙脉侵扰的光骨。哎，我这里怎么又有了？刚刚不是没有吗？我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这里又有个矿脉哎。为什么你们有？为什么你们都有？为什么你有我没有？哦，这里我也有。有吗？换我、啊。